来，三二一。3月21是游神的日子，我就穿美美，然后打 Grab 去拉扎布朗尼那边停，因为今天已经开始塞车了。我现在出发是5点，然后我在坐着 Grab 去啊，所以就省了 parking， 省了找 parking 的时间了。我现在到了这里，我不知道在哪里了，因为那个 Grab 带我来这里，因为他讲如果再上哦就已经不能了，因为现在是塞车。我刚是我看到前面有人跑路哦，所以我要去问他，然后我就要跟着他们一起走了，走上去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啊，你们看塞车塞得还这样，而且后面还有人在走路。我一个人其实我也是蛮怕的，因为我真的，但是我 follow 他们的 SOP OK。然后我今天穿拖鞋，因为我怕等一下走到一半脚痛。有人叫我 hello， 可以拍一下照。可以，你们也下去。我从那个 Grab 那边下来走，大概45分钟吧，已经快看到了了。你看那边一整堆人，所以就是那边了了。但是我不懂他是不是源头了，所以我们走去看。哇，塞车！哦，我刚问了路人，那边是源头啊。哇，还好我今天穿拖鞋，所以没有什么事情。Hello，Happy New Year！ 今天是。哇，他们讲着，哎，我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旗子。然后我听人家讲啦，凡是你看现在啊，天要下雨了。等一下他们只要一开始游行啊，上天就会没有下雨嘞。这个是一向来的传说啦，所以今天我们试试看是不是这样子。现在天空是不作美了啦。哇，你看今天人山人海嘞，然后这里有卖吃的。OK， 谢谢。八大神仙，哇！你看 ，Hello， 八大神仙啊，花啦！哇哇！花啦！八大神仙。哎，我现在跟着队伍一起走啊。Stop!
走完了耶！